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Actor 阿德的 Channel。为了庆祝人美心善的瑞恩出道21周年，我会和 RBKD 的粉丝后援会一起拍一些 care pack 给老人家。来 ，say hi。嗨。嗨，他们是不是很 friendly？ 哇、哦！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他们 pack 了什么。里头有咖啡啊，饼干。口罩，哇，连 hand sanitizer 也有，都是满满的 love and care， 都是他们亲手 pack 的嘞。Morning， 早安 ，Hi guys，Hello Hello。Hello， 瑞恩你好，我是阿德。哦、oh, ，你是新来的吗？从来没有见过你。他是今天刚加入的新会员。哦、oh. ，我自己来。虽然我是新来的，可是我是从小到大看你的戏的嘞。我也是演员来的哦，是吗、嗯？你演过什么戏啊？黄金巨塔 ，Sunny Side Up，、哦、不过被剪掉。啊、哦，医生不是神、哦，整你的人生，可是我就是没有跟你对过戏。希望有一天呢，我能跟你一起拍戏。好，加油啊 ！One moment, please 。我有一个 surprise。哦，你先闭上你眼睛。我要闭上眼睛。哇，你人这么高，你 back 这么小、啊、？OK OK， 我闭眼睛，我闭眼睛。来，哦、oh, ，OK， 可以看了、哦，你可以看眼睛了，你可以看眼睛了。哇，我永远的女神。对对对，哎，这个是你，这个是我。哦，这个是我啊。对，因为呢。哦我就是阿德纳多·达·芬奇，而你是瑞安娜·丽莎。你啊，很有艺术感，我太欣赏了。谢谢你，谢谢你，很有才华，很 abstract。谢谢好了，我们去拍东西了哈。好，可以，可以，可以，加油。你的话。你怎么没拿走你的画，瑞恩？瑞恩，你的画。哦。要不要 say hi？ 不要拍我。不要拍他了，他这么帅呢，你不要拍他真的是很浪费了。Hello， 你好，我想问问呢，你参加了 RBKD 的粉丝后援会多久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瑞恩？啊，我从读书时期就 join RBKD 了，有7年了。我喜欢瑞恩，很 real， 做自己。哦、哇，我从呢，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就喜欢他了。不要拍了，大家认真点拍。Hello， 瑞恩，你好，你要不要跟你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啊？好，大家好，我是瑞恩。这个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oh. 你可以 follow 一下吗？好啊，可以啊。channel 名字叫什么 ？I'm actor， 阿德。OK， 我会去看的。那瑞恩，我想问你啊，你入行了21年了、啊嗯，你有没有一个最难忘的角色？很多哎，其实哦，我懂了。等一下，你拍老板煮咖喱的时候，把 Jeep arm 放在 track 上，然后慢慢的 track 过来，到了这里呢，就 crane up， 丢到哇，最好是有王家卫的 feel。对对对。你在模仿我的相声吗？对啊，会不会很像？不像了，其实比较像 witch 啦，可以比较好看的吗？啊，可以啊。这个更不像。那我来出最后一招。啊。不要躲了。出来！出来！你在模仿胡小曼吗？对。那个脸
需要放松一点，不要像抽筋。然后那句话我觉得需要比较凶才可以展现胡小曼的霸气，可以引出丽萍姐饰演的线人。 OK， 出来。哎呀，你真的很 drama 勒，这些都是以前的戏了。瑞恩接下来最新的戏是欧巴沙朗耶。我也懂。你要演一个被工作耽误了爱情的单身女郎，你会跟一个韩国欧巴金在勋演一个又浪漫又虐心的对手戏啊！我多希望我能演一个这么有趣的角色。戏都还没有播，你可以把剧情讲到完哦，很厉害哦。我看得出你对表演很有热忱，坦白说不是每个人可以随时随地这样来一场戏。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当演员，我可以给你一些 advice。 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不管谁质疑你甚至批评你，演员一定会被批评的，你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好，我再来一次。不用了， 我们还是要拍东西，省着用吧。好好。出来拍东西了。有人要报警了。For a happy dance. Woo! Oh, 那咖啡里呢有咖啡啊？再来干嘛？还有 hand sanitizer， 都是满满的 love and care， love and care。可以吗？